很短暂，一年365天，100年也就3万周。犹如在黑夜当中一颗流星闪过，一刹那的事。但是我是希望，既然这么短暂，我们就要珍惜每一份时光，让我们人生过得更有价值。当我们从长空像一个流星滑跃一样划破长空的时候，你留下是最璀璨的光芒。那时候你可以说，我这一生过得非常。